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月28号，旧历12月17日，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福州关关路路桥卡发生一台大货车，伊就头前塞车哦，闪袂赴，停车了后弄到头前五台轿车，两个人受伤，塞车嘛塞袂10公里长。关林市区铁路高架化预定伫咧103年年底要来通车，关张特别玩家进场收听区嘛，前往了解整个工程的进度。鹿港高级发展局哦，有信将是发出这徛杯，地方阁赶紧订做这透明的阿宝，将徛杯围起来，予信徒会当来观赏。好，来鄉親，這新聞一開始哦，來看這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03公里，就是這個繁華路的這路橋卡哦，28號的中道發生疑似道路施工，這車速減慢哦，一台大貨車就疑似頭前塞車，鄉親這個東亞袂負擔，這幾台車就安尼並車了後哦，直接往頭前五台轎車甲撞落去，致使兩名這駕駛人受傷，當然哦嘛造成塞車塞要12公里长哦，好佳哉是，这两名受伤的驾驶送病院了后，状况拢真好。车祸现场乱糟糟，一台冷冻货柜车倒冰伫路中央，佮有一台自小客车嘛同款冰车。大家有点塞车的时候，它就速度也蛮快的，好像不巧要刹车一样，直接就撞了。意外现场就伫中山高速公路203公里的所在，并且冷冻货柜技术看到头前有事故，紧急打车档要闪避，结果却失去控制来冰车。在伫冷冻货柜车后边六台自小客车嘛受到波及，其中一台小客车嘛变过去。这部大货车，因为它之前左中线车道，因为看前方有塞车的时候，要闪避车辆。然后就是操作失控，然后侧弯滑过去，撞了4、5部的小型车，致使有两个人稍微受轻伤，送医院去救治。因为两辆货柜车是并伫路中央，三个车道完全占掉咧，搁到环境封锁高速公路来抢救。路一方是予车流大塞12公里之长。好佳哉两名受伤的驾驶紧急送往彰化秀团病院急救以后是无啥要紧。另外，这场连环追撞车祸发生的真正原因甲责任归属，也搁等台国道三队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厘清。高雄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好，继续就镜头转来园林镇，来看这个为民国96年哦，就开始动工的园林市区铁路高架化计划，讲伫这103年的12月份哦，要来通车。28号哦，县长特别员哦，甲这园林镇长张金坤就专工来到这施工的现场，关心工程进度，为着达成这105年初哦，完成全部工程的目标，县政府过来成立专案小组，整合相关局处的功能，和这个计划会当更加顺利。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的处长，带着县长杜丕源、甲园林镇长张金坤看工程进度，更加详细来解说每一个工课的重要性。看这两块，来看这两轨道，好，这几块，这块，这块，而且可以打八口弯哈。这个是要入车头啊，好，入车头，好，入车头，就看比如哈，啊，我大概咱两个台，啊，四条线。啊，就这两条线，啊，这跨度来讲，差12米，12米多。一般就是12米。标准断面。标准断面。县长杜丕源表示，园林铁路高架化是代替西部干线上早动工的高架化工程。完工以后，园林市区内的3个平交道、加5个地下道、各一座绿桥，拢会来消失。到时阵土地利用会搁较方便，带动经济发展。台湾西部铁路干线呢，咱园林是第一个做这个铁路高架化。
啊，将来咱万林铁路高架化了后呢，会当消毒一个高架的绿桥，啊，消毒啊三个冰高道，啊，搁消毒五个地下道，啊，即真济道路呢，东西向都会当来连接起来吼，啊，对咱整个啊万林地区啊都市的发展啊，地方的啊这个结合呢，有真大的帮助吼。事实上，除了万林的铁路高架化以外，彰化市的铁路立体化评估报告也将要出炉。道馆长讲，万林的经验将会是彰化市上好的参考范例。在万林嘛，铁路高架化吼，咱啊争取中央啊58.86亿的这个工程了后呢，啊会当陆续吼，用咱万林成功的经验呢，啊继续来推动咱彰化市啊铁路高架的工程。安尼呢，咱彰化南北双星的计划啊，可以又进一步的推展。铁路改建局的资料显示，总长度3.98公里的万林铁路高架化工程，在民国103年12月就会使通车，105年初完成全部计划。到时阵，唔若过万林镇会无缝连接，嘛会使为彰化带来更加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多张新闻，张世良、万林采访报道。好，来乡亲啊，说到来哦，这个2012年台湾灯会哦，是创造上千万人次的观光人潮，注定哦，龙翔社会，这真侪民众拢真介意的这亮灯哦。26号下晡是重新出现在这万林镇基公路甲中山路口的万林主灯公园正式启用哦。当然哦，嘛替咱彰化县搁再创造出一个观光游客的新景点。去年的台湾灯会主灯秀是予人印象深刻。台湾灯会结束了后，这座主灯将永远伫万林基公路甲中山路口的主灯公园伫立。龙翔社会赞！因为万林的184公顷都市计划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座主灯公园的路线启用将成为万林的新地标，延续2012年台湾灯会的热潮。会让我们园林啊带来更多的啊新的观光景点，也带来新的人潮。像今天的主灯哦，要开灯，晚上6点呢、啊，下午2点开始就挤满了很多人了了哈。我相信啊，到了晚上啊，一定会突破很多啊民众来到我们这边，吸引我们大家来共同欣赏我们的啊璀璨星光啊晚会迎新春了哈。馆长邓丕文嘛讲，去年鹿港的台湾灯会创造了1100多万人的人潮，规划设立主灯公园，和龙翔社会主灯成为万林的地标，嘛替彰化搁再创造一个观光的新景点。住园林嘛哈、哦，啊这个你看这个龙灯放这里好不好？好不好？漂不漂亮？喜不喜欢？哦，你们喜欢每天都可以来看哈。园、哦、林的四地重划工程啊，即将来完成。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龙灯主题公园呐、啊，啊，可以把我们的龙灯啊，就放在我们园林的四地重划区。配合万林主题公园的启用，县政府嘛特别举办大型的演唱会，更加准备了上大奖汽车一台的摩彩节目，共同来庆祝主题公园的落成。多张新闻，张世良、万林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看这个国际冬季会，为着替绿色儿童来圆梦，是来举办园游会募款，买小朋友想要戴的这礼物哦，有脚踏车、洗衫机，马上回来。华人第一大轮胎公司，世界十大轮胎厂，正新轮胎扩大征才，现场驻业员随到随面谈，免等待时间，欢迎洽询各分厂应征或拨85251151转人资客，正新轮胎是您最佳选择，现在面试可年后上班。彰化东区计划，捷运绿线彰化 G20、21双站，新县市中心。台化厂区转型计划，大型建设进驻。金马特区，新加坡式休旅电梯豪数。
五大房双车位，一楼贴心孝心房。全宇养哲，04-736-0388。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的十二月十八。根据在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伫个东南方，好时是早起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哦。下在祭祖，另外要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鹿港哦，高崎福德宫有信众来这拜拜佛杯哦，结果哦，这个杯哦一弹出去，只听到啪一声哦，这两个杯哦，其中一个竟然就安尼站起来呢，因为这个情形哦，实在是太过稀奇，庙方哦，搁专工哦，去订做这个亚克力的柜哦，把这站起来的杯哦，甲围起来哦，保留这个原状哦，让大家来参观，讲这个哦，是一个好吉兆哦，爱保留落来。第二招，这足油的物件、足骨的物件，都可能会徛起。哦，这就是可能就是之前拖着讲有要来发挥。高级福德庙信众是跍一个庙内，一直金金笑，因为庙内有信徒是拔出徛杯，镜头由我一点仔来看，真正是徛杯，搁换一个角度，这杯用两端徛起来啊。这天就将的飞升的楼主拔到杯，这杯圆圆都无可能拔到安尼咯，迄博安尼出工吼，即拢遮好个杯颠倒，哪有可能？土地公伯啊，平常时香火真旺，但今日的香客是比平常时搁较济，大批民众围伫咧庙前。原来是有人哦，拔出这难得一见的徛杯，八公啊很灵，信徒是赶紧来拜拜求平安。不行，你若要搁帮助地主哦，你着搁连连三杯啦，哦，搁搁头啊一杯啦，第二杯跳全徛起来啦。这景象实在是太过特殊，庙方也赶紧将徛杯的现场围起来，保留原状。因为这庙内涂骹是铺大理石的，真坚固，竟然会出现徛杯。但毕竟哦，这拔出徛杯的几率也是真低，予真侪信众讲，这一定是八公啊显灵，要来保庇所有的信徒。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后来的新闻继续来看这个充满爱心的消息。国际冬季会台湾总会彰化 A 区顶个月哦，讲要来举办一场圆梦的爱心圆游会哦。目前来的钱哦，讲要来买这六岁囡仔想要挃的礼物，有这脚踏车、洗衫机哦。即个小朋友伫咧收到礼物了后，是拢真欢喜哦，嘛真感谢即个阿叔甲阿姨的爱心关怀。国际冬季会彰化 A 区寒冬送暖，根据六岁儿童心内愿望，购买各种物资发送给儿童，有脚踏车、洗衫机等物品，帮囡仔圆梦，和小朋友感谢万分。电子词典，还有脚踏车。那现在有能量成真的吗？有，谢谢。彰化 A 区主席黄明模感谢国分会热情响应，希望在经济无景气的时阵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要让我们的儿童啊，弱势儿童圆梦计划，所以我们首先呢，同济会来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呢，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来共襄盛举。抛砖引玉的这个活动呢，啊，希望我们的啊能够引起我们社企业借的这个老板呢，能够注意到。立委王惠美肯定冬季会爱心，和六岁囡仔会使欢喜过好年。一个小朋友切出来了以后，遵循哈，问一看他希望买些什么东西哦，然后呢，针对他的东西去采购给他们咯。现在实在是对小朋友的这个帮助是上大，啊嘛，让人真甘心。有的小朋友伊是讲啊，我妈妈吼欠碗啦，我妈妈欠什么物件吼，把这个当作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哦。啊，咱的冬季会嘛拢传落去哦，所以我感觉今仔。
今仔是予我足甘心、足甘心的。嘛，期待讲咱搁较侪社福团体拢会使共同来关心咱所有的弱势单位哈、弱势的家庭安尼。冬至会中华 A 区伫顶个月已经举办过一场圆梦爱心圆游会，募集到善款了后，才采买儿童希望收到礼物，圆满帮助细囡仔圆梦，展现社会温暖爱心。多张新闻，他们请何必采访报道。同款嘛是充满爱心的消息。这个花旦国际青商会举办在2013爱你一生哦花旦友爱青商送暖的活动。青商会哦是透过一挂船长来提报，一挂船来上届急需要救助的家庭，总共有这120户济南家庭哦来领出一挂民生物资，嘛希望哦因这个年哦会当较好过嘞。啊你，你物件怎按那边一直提？详细核对名册，中华青商会一一发放，包括慰问金、食用油等民生物资。花旦国际青商会的会长表示，花旦青商在2013年度的四大目标是创新学习、培育人才、关怀弱势，还有迈向国际。特别是关怀弱势，是花旦青商上注重的部分，勉励花旦青商奉献爱心。我们举办2013爱你一生花坛友爱青商送暖的活动，那借此我们也借由18村村长提供名单，将我们所有的乡民哦，让我们乡民能够过一个好年。未来希望也期许未来嘉喜能够再关怀更多的乡民。为着要让这边的冬令救济活动更加完善，何不主发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村民手中。花旦青商会是特别拜托村长亲自家家户户了解实际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也希望透过这边的救济活动，唤起更多善心人士的加入，让弱势民众过一个好年。多张新闻中心花旦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这个中华音乐相关哦，头一个礼拜这毛菜活动是闹得滚滚哦，几啊百人哦是聚集在这庆安宫的头前哦，除了欣赏活动以外，过来一对奖哦，讲希望将这西沙机顶大奖搬转去厝的。这个音乐节的这活动哦，将一直持续到2月初8，并将消费哦，就会当获得精美的礼品，也可以当参加毛菜抽大奖。这款的好机会哦，乡亲是爱好好来把握。中华市公所活络永乐形象相关的商机，推出新春永乐购购活动，一礼拜以来吸引不少人到夜市啊消费。市长表示，真侪宅男宅女嘛愿意出来消费，因此冒菜馆相当可观。头一边的冒菜嘛吸引真侪人聚集欣赏节目，冇人摕到西山机顶大奖。新春永乐购购啊，这个活动，等于讲咧。已经愈来啊，愈进入这个高潮吼、哦！咱看到咱的永乐街，甲所有呢，咱的永乐商圈所有这个范围内底大家吼店家的这个生意愈来愈好。感谢咱各位在市民，各位在乡亲吼，会当伫咱这所在在地来消费。那么发觉足侪在宅男宅女本来啊，拢伫网络咧这个购买物件，即摆嘛开始出来咧踅街，嘛真侪原来伫台中市去咧踅街，即摆嘛转来咱彰化咧踅吼。咱希望讲这个风气会当带动咱彰化的这个买气吼。啊，咱今仔日最主要这是一个营销的方法，会当带动着咱整个彰化的这个闹热生意的气氛。我们大家拢会当咧过好年，好过年。新春永乐购购活动，活动会一直继续到2月初8，到永乐观光夜市内三间无同的店家消费，每一笔100元以上，三张的发票或者是收据，都会使兑换奖品。连续三个礼拜来暗时，拢会伫庆安宫前办理毛菜抽奖，有液晶电视、洗衫机等大奖。公所鼓励民众在地消费，抽大奖的机会真大，爱好好把握。多张新闻，台闽清中华彩虹报道。过年要到啊，这鹿港镇公所伫咧2月初2哦，讲要来邀请这15位的司法名家现场汇合来上春联哦。这详细新闻内容哦，讲个转来报予乡亲知影。ASN 全美运动网全美瞩目赛事即将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长达五个月的厮杀奋斗，终于要争夺最后总冠军，究竟谁会拿回超级杯，成为新霸主？二月四号早上七点半，独家直播第47届超级杯，如置身现场般的震撼与感动，只在 ASN 全美运动网 HD 高画质频道。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播0809-009-658。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来关心。特别过年啊，会使讲这家家户户拢会来挂春联。鹿港镇公所二月初二哦，将邀请这15位的鹿港书法名家到文武庙现场挥毫写春联，送予乡亲。伫咧活动的当天，也佫有这鹿镇国小的乐团以及优美乐团哦，现场演奏当年的这音乐，予民众来欣赏。伫咧红纸顶头，大笔挥毫写一句吉祥话，牛力春节特别到啊！洛港书法名家林俊成、陈美珠、吴兆勋写一手的好字，字好春联又够应景。平常时，若是想要请老师写春联，这一包的市价可能要500外块到2000块，但是即卖完全免费，因为洛港镇公所真大心，将伫咧2月7日早起10点到下晡的4点，伫咧文武庙要送予乡亲每钟点50分的春联。哦，咱洛港吼啊，这个。会使世俗化，会使讲足有名的。啊，过年到吼，咱为着要办这个活动吼，啊，咱特别邀请咱这个啊鹿江世俗化吼啊协会来台南道协办。啊，咱会知吼，这种是咱鹿港真有名的大师级的这个人物吼。啊，因若平常咧写一本春联吼，上少在500块以上吼，到2-3千种有吼。那么这次为了要配我们公所来办这个活动。啊，咱特别吼邀请因啊有15位大师，在2月2号吼，伫咱啊鹿港文武庙啊文武庙这边来举办这个书画啊这个写挥毫送春联的这個活动。那么上这個活动吼，咱预定吼差不多按下早是10点吼，啊到这个下晡是4点，啊咱一天吼起来可能1点钟，可能有可能写咧超过50幅呢吼。啊，所以这种大师级的这个春联吼，啊，请所有咱一好朋友吼，啊，你若要爱，就两早吼来去遐拜咧。活动当天，也阁有乐平国小的乐团以及优美乐团现场演奏乐曲，让民众会当一边听音乐，一边排队等领名师的春联。书法家大笔挥毫，伫咧春联顶端写各种的吉祥话，这亲手写的春联，绝对是比印制搁较有生命力，充满年节的气氛。大中央新闻林桂英罗港采访报道。好，讲到这个过年围炉，大鱼大肉真澎湃，加上传统煮食的方式真容易，让人吃到这真济真油哦，搁咸的料理落腹肚内底哦。这江滨秀团病院的营养师哦，就来配合这个日本料理的业者，推出一套这个健康年菜。这个料理哦，搁将这素菜、皮蛋啊、菇类等在地农业产品哦，来煮成这一出少油、少盐、少糖，又搁高鲜的健康秘密年菜。过年围炉有啥物会使兼顾美味加健康的年菜，可袂少家庭主妇伤脑筋。江滨秀团病院营养师甲日本料理的业者，针对陕西特产加时令的蔬果，推出一套健康年菜，希望推广予搁较侪人品尝。番茄比较健康啊，然后鱼蛋它是属于也是比较健康的东西啊，就不再油炸啊，就下去做。用油醋的酱汁，让我们更清爽。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新鲜的蔬菜啊，当季的水果，下去搭配做年菜，让人吃的比较不会那么不健康。
营养师表示，只要用心料理，达到低油、低盐、高纤维的健康年菜，并无困难。我们今年设计的年菜的主题主要是少油、少盐、少糖，还有高纤的部分。因为我们年菜大部分都是比较多高油啊、高脂肪的东西，所以这次我们特地融入了县西乡的一些特产，然后它的那个蔬菜的含量也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用菇类来取代一些我们通常会吃蛋白质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取代一些脂肪的部分。过年期间，真侪人难免大鱼大肉，但是不妨参考这几项健康年菜，和胃肠的负担减轻，健康过新年，才有元气面对新一年的挑战。多张新闻，淡薄清线西采访报道。透早因为冷空气哦，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哦，淡水出现在9.8度的低温，日时开始哦，这个冷气团减弱，温度是豆豆来回升哦，各地温度上悬拢会当来到26度到28度，这特别过年啊哦，真侪乡亲可能拢开始来变扫这厝内环境，过来哦，这礼拜天气哦，拢真适合无，不过这早暗哦也是真冷，提醒咱的乡亲哦，出门也是爱加早一领这衫裤来。保暖哦，马上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就是今日1月28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心操烦，阿杜未输未损失，努力让所有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菇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嫂嫂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好。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星大雄丸，红星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星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星明目丸上有效。哎，来见客陪啦！酒友啊啦，我袂堪的啦。你血爱痛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痛啊，果然吃冰段运动，你血爱痛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痛。红星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卡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搁擦擦呢，这红星明目丸给我搞个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笑。会花会蒙雾，这红星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星明目丸覆盖得志。学生啊，
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食大香丸就好啊。来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食啥货？红心大药丸啦、啊。食大香丸就对啊啦。